杨凯莉，我知道哦，你被整了。一人挑百姓啊。我老婆来加一人啊。啊，一人协调拍戏。今天制作单位特别来问我说你喜欢吃什么餐厅，因为他们要来犒赏你啦，觉得你很可怜，你吃了一定会痛哭流涕，一定会非常感谢我。在我们这边火龙龙虾都是火龙虾现煮现杀，你要不要抓抓看？不要！来吧，来吧，还是你要抓进去？来，这次应该敢抓了。下回起地靠撒。悄悄在心里流，但我却不忍心说要你走，结果还是吃得很爽。好好吃哦，它那个哪个它那个到底哪个怎么讲，再给你吃一口，不会讲究傲豆，它那个肉很什么，你说啊，很什么？很弹，然后很嫩，也不是嫩，很弹，也不是弹。那他妈到底是什么？它的味道很幸福。哎呀，我耳朵业障重呀！其实我没想过，就是可以因为工作吃到这些很高，就是很高级的东西。我小时候是那种放学就是那种去上课前，就是玩一个葱抓饼，然后他可以那个一整天就吃那么一个，然后就是整块，然后还要分午餐吃一半，然后晚餐吃一半，就是，然后我没想过我可以，就是因为工作然后吃到这些，我就不可能去。吃的东西，对。那我觉得，就是很对不起大家，是我没办法吃，然后跟你说这个龙虾的口感怎么样，拿去帮你比较，就是我只能跟你说，就是很好吃，会很珍惜，所以我剩下想要打包留到明天吃。知道你爱的是我，呀逃离，我知道你还在害羞，呀逃离。什么意思啊？ Sorry 啊，梁凯莉，因为今天制作单位特别要我推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假如你没有啊，我就要付钱。可是如果你痛哭流涕的话，你自己就要付钱。所以也相信你现在应该哭得更惨了。被整again， 耶！掏出了你的嘴，也把我迷倒。我说我喜欢讲话开头，就是我说，你的眼睛真的大大的看着我脱。